我们宝贝还真不少，够咱俩再娶个媳妇儿了。兄弟，来世再跟你分钱。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师傅，前面不远就是鹤鸣山了吧？望山跑死马，还远着呢。师傅，等等我呀！此地巫术盛行，你小心中了邪呀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师傅，皇上赐您为太傅寄信侯，你都不奉诏，如今文大人一封信，你就千里迢迢赶来蜀地。蜀道难行，您这又是何苦啊？哎，百姓有难，岂能袖手旁观呢？老人家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！老人家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一下。好疼啊！你们两个光天化日之下打我这个老头子，我要去报官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在赶路。要不这样，这里有点……还是你失驾。师傅，他明显就是骗人的呀！别动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！你更厉害呀！你们两个隐藏发黑呀！如果你们继续向前走呢，会让麻烦的。老人家，感谢你的忠言。不过这次啊，
贫道就是冲着麻烦而来的。长儿，哎，走。这个老乞丐不简单呐。师傅，那个老头子不是个疯子就是个骗子，他的鬼话也能信？哎，人不可貌相啊。地方的天气真是变化多端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什么地方啊？这是。醒醒！太上台星，应变无停，驱邪赴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。灭！灭！灭！醒醒！师傅，你中了桃花杖。这是哪？别碰它！啊，就是这只毒虫，让你产生了幻觉。此地多瘴气，毒虫肆虐，这里不宜久留，赶紧走吧。集齐了，唯有最后一位天赦谷宿主还未集齐，只因他身边有位高人，难入幻谷。我立刻亲自出马，将他拿下。
刚才一定是那些巫师搞的，要不是师父你啊，我差点就被那幻术给骗了。那只是歪门邪道的障眼法，你呀、啊、就是欲望过多才会受外物所惑。师父，您不是常说道法自然，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吗？七情六欲固然是人之常情，但若欲念过多，那便会养成祸根了。知道了，在悟而心不染，触动而神不乱呢。不过师父，您难道就没有欲望吗？哎，师父您看，那边有家客栈。师父，您快点，我会饿死了。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咱们终于不用风餐露宿了。师傅，快点儿！师傅，掌柜的，掌柜的。两位客官别嫌弃啊，这荒山野岭的没什么好东西，慢用。请本家人奈何做贼？我不是贼，江湖救急而已。不是店主，店主到底在哪儿？你身后，只不过是蒙汗药而已，明早可醒。你面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？也是蒙汗药，不到一个时辰就会醒。你放开我，我没有害人之心的。成儿，他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真的只是蒙汗药啊，成儿。他怎么没变成这样？我哥当初也是这样，是中了蛊。好多了，原来你还懂医术。我封住他几处要紧的经脉，暂缓了他现在的痛苦。和我哥当初一模一样，一定是精通蛊术的恶人所为。他们果然又动手了。你哥是怎么中的蛊？半年前，我哥进城卖山货，回来后当晚就高烧不退，随后皮肤上便长出了鱼一样的鳞片。那你哥现在在哪里？他失踪了，我找了他半年，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所以我才想办法筹集银两，打算多雇些人去找他。
红衣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醒了，来，我给你熬了治内伤的药，先喝点吧。 身受内伤，恐怕是有心无力了。我帮你吧。嗯，张真人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我哥失踪前，这些黑衣人也出现过，我哥一定也是被他们抓走的。 他们就是冲着长儿而来的。看来你哥跟长儿肯定有什么相似之处。主人，人带回来了。 天寿谷宿主身边，那人他武艺高强，咱们派出的人不是对手啊！你群废物，你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明天祭祀就要开始了，倘若再失败，你们就统统必死！ 哎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去探望我的一个老朋友。 也许从中能得到一些线索。你一个外乡人在这里还有朋友啊？那你，江州立门大人是我师父的挚友。行了，小点声吧，去你这个门。大巫师做法了！小姑娘，没事吧？ 大巫师殿中去了，不过是些骗人的坏处罢了，也就能骗骗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。说什么呢？你会变吗？灰姑娘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我现在是个中蛊的病人，小心我传染你。
大巫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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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巾师，大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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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，大巾师，大巫师，大巫师，大巫师，大巾师，大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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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亥时，你们准备一场隆重的火焰祭祀，只要你们好好的补救，求得山神的原谅，那些失踪的孩子定会回来。我们谢谢大巫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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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巫师。师傅，自称是张道陵的客人求见。请。是。贵客远道而来，姑马有礼了。岂敢岂敢，早闻大巫师的大名，今日特来拜访。请。不知张真人千里迢迢来此地，所谓何事啊？我有一事想向大巫师请教。哦，此物大巫师可见过？这个老夫不曾见过。哦，师父。王朝，王朝，你怎么了？王朝，王朝，你没事吧？成，起来。你这弟子中的可是巫蛊之毒啊！此巫蛊之毒可有解法？这蛊术并非我所长，恕本座无能为力。不过，但说无妨。看这下蛊的手段，定是我那巫贤师弟所为。他素来擅长巫蛊之术，因与黑蛊师来往，触犯了本门禁忌，被我师父责罚。他便怀恨在心，于八年前逝师，后被逐出了师门。他在何处？听说他常常出没在城西竹林一带，你们也可以去瞧一瞧。只是他逃命的功夫实在厉害，你们要想捉住他实属不易呀。我觉得大巫师不太对劲。你也看出来了。这个大巫师一看就不是什么正派人物，下蛊者肯定就是他们两师兄弟其中一人。走，到城西竹林去看看。哎，师父，等等我呀。
们都中了蛊毒。你的伤？我没事。他们是冲着长儿来的，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你的恩人，古蜀时期，蜀之先王蚕丛，创立蜀国，统帅八部。这八部首领被称为八部鬼帅。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这八部鬼帅，皆是命格奇特之人。这一为命局正印。为用而无杀，乃最慈悲之人。这二为食神吐秀，乃天纵之才。三为枭神夺食，乃天下第一固执。四乃破军命格。周五为天煞孤心之命。六为凤凰命。七乃御物命格，八为天赦入命，一世忧愁。天赦命格啊，对，就是你。你的命格与八部鬼帅中的南方部鬼帅那是一模一样，你就是他今生的转世。不是，你胡说什么？什么转世不转世的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这些。不，你会相信的。没有人能战胜自己内心的欲望。谢谢你刚才救我。红衣姑娘不必客气，这些黑衣人手段歹毒，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凶器上涂有蛇毒，我去采些草药来。啊，那就有劳姑。我们又见面啦！鬼鬼祟祟一直跟踪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嘿嘿，老夫就是巫贤，巫贤就是老夫喽。切莫动手啊，我们是有非敌呀。张真，要想知道你徒弟的下落，赶紧跟我来。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好久。哥，你这蛊毒？我的蛊毒已经好了。哥，这半年都发生了什么呀？红英，我乃天生降星命，并非平庸窝囊的猎狐。如今我是北方部鬼帅，乃八部鬼帅之首。将来有权统帅各部，难道你不为我高兴吗？我为你高兴。
以后你就跟着我过好日子吧。红英，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为了我你什么事都愿意做，对吗？嗯。用这颗毒丸杀了那个道士。哥，我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哎呀，原来张真人也有恐惧的时候啊。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哎，老夫呢只是给了你一面镜子，让你看清楚你自己的内心。这就是你们这些巫教的幻术是吗？哼，所谓幻术呢，就是利用蛊毒引导你的各种情绪，释放你的心魔，让你的欲望、恐惧、脆弱千百倍的放大。张真人，若是老夫刚才对你有一点点恶意的话，恐怕你现在早就死在你的幻境之中了。这幻境该如何解脱？破解幻术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除你的心魔，战胜心魔，幻术将对你毫无影响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都说过了，我们是有非敌，难道你不想为文大人报仇吗？报仇？文大人他怎么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啊，这封信是文大人生前写给我的。我之下多出人命案，今日所见骇人听闻，这一切跟大巫师有莫大关系，此人已成当地一害，我亦除之，可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，只叹我势单力薄。文大人也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我。我们这里频繁出现人命案，文大人一直在调查此事，其中很多真相都是老夫告诉他的。我本来想和文大人联手对付姑妈，可是还是晚了一步，她被恶人所害。姑妈把她害死了？不错，文大人死的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地潜入了他的停尸房。
人中的，正是我们教派的九转断魂散。古马老奸巨猾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更何况文大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。古马也曾经陷害过你。八年前，我曾是受人敬仰的大巫师巫贤。神庙附近的村庄里，经常有落单的百姓失踪。于是我暗中调查，却发现此事跟我的大师兄有关系。我便偷偷地跟踪他。别跑了，你跑不过我的。师兄，巫贤师弟，怎么会是你？那些百姓在哪里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扶桑神树。对，这扶桑树乃是太阳金乌栖息的地方，是通往三界的大门。如今我要重建扶桑树，打开天门，所以我需要祭品。昔日我蜀地连年天灾，第一代蜀王残存带领着众巫师亲自祭天，可是如今并无天灾，师兄你这又是为何呀？蜀地三代先王寿命都在300岁以上，因为他们都打开了天门。这只是个传说，就算是真的，那祭品也应该是八部鬼帅才是，跟那些无辜的百姓又有何干系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或许我们可以联手合作，一起长生不老啊。师兄，你这是大错特错，此事若是让师父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将你逐出师门。看来你是执意想跟我作对了。师兄，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，我只好将此事禀告给师父。哼，古马以为我死了，老夫命硬得很。等我伤病痊愈之后，我本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师父，可未曾想师父已经暴毙，古马诬陷我说我是杀死师父的逆徒，从此我身败名裂。我不甘心从此背上这个骂名，更不甘心我师父死得这么不明不白。没想到这个古马如此歹毒，想必我徒儿一定是古马需要的祭品。没错，你的徒弟天生天赦命格，与昔日的南方部鬼帅命格相同。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月食之际就是古马举行八部鬼帅祭祀之时，到时他们八个人的血液会全部灌溉给扶桑神树。哎呀，都怪你们师徒啊，当初我想方设法阻挠你们，你们还是来到这个地方趟起咱的浑水呀。哎呀，所以只要知道祭祀的时间和地点，那就可以大破他们的祭祀了。哎呀，谈何容易呀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那个秘密的地点。古马老谋深算，祭祀的地点一变再变，哎呀，极其隐蔽呀。我有个计划可以找到地点。嗯，那里晚上行动更为方便，到时候就有劳你来接应了。张真，今天晚上的计划一定不要跟外人说，尤其是你身边那个小丫头。你看，我采了草药，还打了一只野鸡。这天色有变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吧。嗯。好了。多谢姑娘，你的伤势。我的伤势并无大碍。
我们巴蜀猎户自古以来就尝百草，治百病。红英姑娘。哦，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到我哥，我们尝尽了百草，也治不了他的蛊毒。从小我们就父母双亡，我和他相依为命。我们在山野里放声高歌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狩猎生活。从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莫名其妙地中了蛊毒。我看到他痛苦地翻来覆去，生不如死。这是我哥亲手为我雕刻的向阳花，向着太阳，向着希望。红影姑娘，我相信你哥还有长儿，肯定会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。希望真的可以如张真人所说。那天晚上看到的铜铃与古马手杖上的图案是一模一样的，他让我们去竹林寻找线索，结果长儿就下落不明。张真人怀疑是古马抓走了王长和我哥。张真人多加静养，明日我们去调查古马。嗯。看见我干嘛一脸慌张？我没有啊。我交代你的事情办了吗？我，你竟敢违背我的命令！我永远都不会对他下手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了一个陌生人背叛你的亲哥哥。不是我哥，我哥不会动手打我，更不会逼我去杀人。不识抬举。哥，收手吧。从前我们在山里过得那么开心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打猎，一起做木雕，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啊。你什么都不懂，我天生将性命怎么可能跟你窝在山里做贫贱的猎户？做猎户有什么不好？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财富，那才是真正的贫贱。住嘴。八部鬼帅的祭祀谋划这么久，我相信在神庙里面肯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我这就进去查个究竟，事后的接应就有劳你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呢已经摸得非常清楚了。
每晚的许时，白衣侍者们都会在这龙岗换位。这个时候，西南角的昆门最为松懈。我去外面接应你们，切记啊！哼，古马这个老东西诡计多端，不可轻信哦。嗯。张真人，进来坐坐吧。大巫师，为何深夜独自一人留在大殿？我一直在等你啊。等我？那看来你就是幕后之人。长儿，长儿你怎么了？你放心，为师一定会将你带到安全的地方。谁愿意跟你走啊？我乃八部鬼帅之一的南方部鬼帅，不是你的徒弟。古马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哼，我只是给予了他你无法给予的东西。你要带他走，今晚是最后的机会。
手的时候到了。张真人，你能死在今晚这么好的日子，是你的荣幸啊！哼，乡亲们，你们刚刚祭祀了山神，是山神指引大家找到了丢失的孩子，烧死这个妖邪，大家以后就平安了。烧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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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士，我要亲手烧死这个妖邪，我的两个孙子都被他给害死了，我不能放过他。道士，就让我来吧，我要为我的孩子报仇。哼，好，那我就把这个权力交给这位老婆婆，让她的孙儿们可以死而瞑目。烧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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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点，快点！嗯，骑马还没有我跑得快呀！怎么样了？皮外伤而已，没什么大碍。王常被古马抓走之后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古真的可以让人变化这么大吗？哼，普通的蛊呢，只不过是些蛊毒而已，而他中的是幻蛊，幻蛊的毒素能让人产生幻觉，有致幻的效果，让宿主的欲望千百倍的放大，斩伤宿主的内心，让宿主失去本性，所以要尽快除掉古马这个恶人。那我哥中的也是幻蛊？没错，你哥和张真人的徒弟都是古马选中的祭品。那这幻蛊该如何解除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古母，而知道古母在什么地方的人就只有驼背巫师了。驼背巫师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是个可恶至极的老太婆呀，自称是古蜀王室的巫师，长生祭祀之术就是他传给古马的。嗯，想起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。嗯，我太低估他了，没想到还是让他逃走了。逃走便逃走吧，反正今夜之后他即便是再来也找不到他的徒弟了。你都准备好了？大巫师放心，祭祀马上开始。传说昔日天灾，古蜀王蚕丛带领着众巫师以青铜树祭祀，旗下的八部鬼帅心甘情愿地作为祭品，在月食之日打开天门，蚕丛也由此获得了300年的寿命。哎呀，这都是传说，都是骗人的嘛，真是的。所以他利用幻蛊制造了八部鬼帅。这个老东西费尽心思找了8个与上古鬼帅命格相同之人，分别在8个方向放置了8种幻蛊。幻蛊的毒素一旦进入人的血脉，就会让人神志不清，若是进了5脏6腑呢，就会让人丧失本性，一旦进入了心脏，哎呀，就算找到了古母，恐怕也是无力回天呐。古马这个老东西筹备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凑齐8部鬼帅，我想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取行祭祀。那祭坛在哪儿？这个祭坛的方位呢，是要根据某种特定的图形指引，图形的卦象可以判断出祭祀8部鬼帅的时辰和方位。哎呀，只可惜老夫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图形啊。我在神庙下的山洞里发现此图案，也许可以找到时辰和方位的一些线索了。祭祀点应该就在这八卦图的生门，可生门在哪儿呢？是要按照祭祀的时间来推算的。也就是说，祭祀时间不同，地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啊？今晚，古马的祭祀就在今晚。何以见得呢？他设下了陷阱，以为我必死无疑。在他得意忘形之际，说漏了口风。今晚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能死在今晚这么好的日子，哼，是你的荣幸啊。今晚又才月食之时啊，
报！按照这个推算，不出半个时辰，那鬼帅的祭祀就要开始了呀。那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出地点了。昆六段，西南八方；艮阜晚，东北岐山；巽下段，东南五峰，巽东，对西，离南，坎北。月氏方位在东南、西北方，是否有一座极阴之山？有啊，西北迎香峰啊！哎，快点啊！走。